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姑姑。嘿，国丢，嘿，好久不见，新年快乐！你要把你给我接来一个分一点给我。你到哪里了？没有，妈妈叫我问你们呢。哦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姐姐要到了。嗯。还有。在陈林桥，姐姐。在什么？陈林桥。高破。对啊。是。18-36mm。很近哎、欸，好，给你拿。很近啊，还有前后镜头。在哪里？它有另外一颗镜头，它是模组包。今年用这样的弄，它还没有。是你买的是吗？不是，姐姐买给我的。我还没。你买给你的、哦。对。可是我们它这么黑要打光啊，我是不用了。要啊。我在它的旁边，我会曝光爆掉。你干嘛这样说它啊？对啊。又皮肤白啊。我坐在 Seven 都会有人来跟我打招呼。讲真的。同乡会真的。对啊。什么叫同乡会？外国的，菲律宾的，泰国的。已经在开啦、啊。没有啊。有啊。在闪啊！对，现在有在录。对啊。哎呦，我以为只是在玩而已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拍啊。不要很小火慢慢煎啊。你看一下要怎么用都可以啊。它收音很好哦。这个是我女朋友家的羊肉炉，她家是做羊肉炉的。对，就在龙滨路而已，就小舅妈，然后他们家是做温体羊，就每天现弄的。对。然后这个是。这个是什么根？海鲜根。对，好，还会冒烟哦。会，热腾腾的。这是家传卤猪。家传卤猪脚，我姑姑牌的。对，这个是海参。北菜干贝北菜卤。海鲜薄跳墙。哎，海薄跳墙比北菜肉再高一些。这我自己再加一点点，那个我想说它。白菜吗？哦，配色是吗？好。哇，太单调了，对。然后就是蔬菜，来，要干嘛？米娜嘞，挥挥手，这个有哦，挥挥手，峰哥，峰哥挥挥手。这个有在录影，不行，因为它有在闪红灯。笔叶，来叶，然后有花瓣，好，我看小朋友吃的糖果，哇，还有荷包蛋，哇，这都小朋友的天堂，还有这个麻将，打麻将哈。为什么你要打麻将？对，峰哥小心。要先要用两只手，跟姑丈公说谢谢，谢谢，说姑丈公平安健康，姑丈公平安健康，大家都健康，嘿，赚大钱，赚大钱。这个是黄先生他女朋友羊肉炉，对，这是羊肉炉啊，换相机啊，没有换啊，我买一台，对，还是这边不方便说，没有啊。相机还在里面啊！我也跟你爸爸说，这一台好几万，不是，这台没有好几万啊，那个两万块有找而已。我们的年纪都要打光了啦。不用啊，为什么要打光？哦，好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用 AI 美机啊，哈。嗨。他们小朋友过年也是休假，对不对？28号，礼拜六就要回去，这礼拜六就要回去。对啊，练下。那比赛前还会再训练一遍吗？有时候会啊，有时候不一定。像上次因为要去嘉义比赛，他们就没有练，因为要起要出发去嘉义要时间。好，这样才可以做比较多人。对，加油！你要练好台词，就你要主持人问题的话，你也
都没有回答几句，下次要先讲好一句一套台词，好不好？台词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林靖哲，我四年级，我真的超帅的，我超帅，我超帅，我超帅。看太自恋了啦！你说我们不是走自恋风、欸？你这样子就会红，好不好？把它打棒球没有红，闪现了。帅的，因为你今天教这个固定跟伟来合作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个棒球是都固定是伟来的广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。因为他现在少棒不一定会，少棒没有一定播啊。觉得现在网络的那个直播平台，有需要那个打棒球的演员可以找你吗？你要不要去拍广告？很适合啊，那么帅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他有我们家的小时候的样子吗？去拍广告，广告的棒球的广告，你可以去，让人家知道他赞助方。我们家有出一个这种会打棒球的游戏片，不是在这吗？我没有说你不用我只问一下，不能问你。对，哎，阿佳给我干嘛？化妆。嗨，弟弟。我叫弟弟出来。好，弟弟你出来。嗯。没有一起玩啊。那些都你的。对，我在录你。已经录到了。你是谁？你是笑嘻嘻，你笑嘻嘻，你遮错了，你遮哪里？我告诉你，你遮哪一个？你猜啊，哪一个？这个。嗯，他们家里。哈哈哈。来来来，看 Mina 画的，来，这是我们家 Mina， 那这是姐姐帮她画的，那请看一下，姐姐介绍一下她的妆容是怎么样的，你去介绍啊。他要打粉底，他要打粉底，粉饼，嗯，粉饼，好可爱，哦，眼影，眼影就是，要帮我打粉底，对对，这，嗯，厉害，这边我们打粉底，因为画上不错，哦好，很好，好，嗯，很漂亮，太好，我们家美女，这是美女第二位，这是美女第一位，这是帅哥第一位。对，舅妈的。喂，你们到哪里了？姑姑在问。哦，好 ，OK。那太重了。好，拜拜。那个，他说在那个提防那边要弯进来那个公园。好，没关系。
这个有东西要给你啊，你不要吗？你要过来啊。好，进来。这给你啊。按叫妹妹进来。哦，这是。阿姨，你叫我干嘛？没关系。阿姨，你在干嘛？我要给你礼物啊。你不能讲哦。我来抱一下。你要抱给谁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哦，快，不用，好好好，不用，哎，姐姐她都不用了。哎，现在你的是不是？抽一下，这是阿姨，你给她1000了。对。是阿姨跟那个。阿的延期的。还有九的。你不是说不要吗？没有九九。你还没跟我说谢谢。谢谢，啊，谢谢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余庆表演。表演区，好了，主持人，妹妹，妹妹走开，妹妹。主持人，好好好。欢迎金曲的高掌。3、9，好，9。没有啊，丢。有，很棒。哎，刚刚都没有录到哎。你这样的是 Pulling Pink 对不对？ Pulling Pink 对不对？唱姐姐跳，短缺点啊，小开心，边唱边拍手。是我的宝贝，像一个刺猬，一插腮，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，是谁的爱？你有听过？有吧？最红的歌怎么可能没有？最红的歌，真的吗？最红的歌吗？多红？最红的神曲，我都没有听过哎。你太怂了。好巧，好巧，叫我太怂。来，两个一起。我跳。来跳。我会唱啊。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说姑姑好啊，说姑姑好。叫两只手，说姑姑。啊，我的，你叫什么？新风了，新风了，俊峰回家了。怎么？对，他回去跌倒。对，跌倒，直接跌倒，把脸给他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去客厅唱给大家听好不好？谁来的？还要唱，他不要跳。又唱又跳才好玩啊，好不好？有嘞有嘞。这九九好嗨哦！来，你
扭屁股来，快点。我们家屁股就是跳。对。来，转过来给人家看一下。过来，转过来，快点，摇弟弟来一下，摇弟弟，摇一点，摇一点，耶呼！对，再转过来，快点。我还是没关系啊。快点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翘屁股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红就是要赶鸟，赶眼。